开始，耶 ，Day two， 好累，完了，昨天，今天天气超好，那我们准备一开始就上山上最高的地方，啊，有相机在拍，车。山上有起雾，哇，是往树滑吧？那边是，现在我们准备去第二个缆车，在山上，山上有雾，所以我们决定去那边那个山头。山真的很漂亮，你看后面的风景，觉得我们有点太累。对啊，不兴奋了。我准备出发。漂亮，这里漂亮，我一直拍。超美的，先 stop 一下，现在 stop 一下，好，漂亮，你看，这样能拍到我们呢。
比较陡，没关系，慢慢来喽。啊，慢慢慢慢来。我走前面，我走前面，不过这很陡啊，慢慢来。
走去那边。来，终于下来了，哦，累爆了。